这些都可以当做钱用，如只在 Seven Eleven。啊，这些你看，哎，多么可爱！那么如果你要当做收藏也 OK 的。来到泰国、哦、我们最喜欢去的就是 Seven Eleven。好了，这一次我会带你们看有什么特别呢？走，我们去走走看看。Till I get up,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就是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什么嘞？应该是 lemon 是吧？然后酸柑两个，然后三个口味。都一下子只有三个，有什么好玩？有什么特别？啊，一下子，啊，但是肯定你要买罐子吧？这个是一个大概。十五吧，还可以吧。我们拿，这个需要矿泉水，所以我们拿两个就好了。OK， 现在一下子我们试试给你看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试试看，这一个口味啊，我们讲啊 grapes 嘛，给它怎样弄？来给你看笑笑一下，好，这个是小小包装，来，现在打开起来，它就是好像一个矿泉水的瓶盖嘛，啊，很特别，哦，那么现在你就是要打开你的矿泉水。先，你喝点水先，水喝点呗，多一点。OK， good， 好，我们就放进去，那么就给它锁紧，可以锁紧了吗 ？OK， 好，就按，就这里按。OK， 看完了，摇，啊，摇。按钮清洁吗？好像是吧。OK， good。对了，这 grapes 口味的饮料就出来了。你看看好了吗？OK， good， 不错。哎，泰国这里15吧，然后你可以 try 一下。啊，这是很特别的东西，泰国。然后小朋友啊，老小孩啊都很喜欢的哦，对不对？泰国知道玩呢，哦，就是有问题。哎，我们自己来试试看吧。什么是泰国必买的？啊，通常是这个鱼。好了，我们家都很喜欢的。哎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如果你们喜欢喝酒，喝酒的话就是这里。啊，但是他们有限定时间哦。卖酒的时间是在11点到2点，那么5点到12点才可以买，而其他的是3点到4点49吧，然后你是不可以买酒的，
这个是泰国政府的那个一个 rules。如果你们就喜欢喝酒，那么有 Red Bull。Red Bull 好，一罐才十个吧，一块钱，快二钱吧。然后马来西亚为什么这样贵？然后差天跟地了，怎么地来的呢？就是这个蜜糖，然后这蜜糖，我们在马来西亚卖的都非常的贵，然后但是在泰国，只是40吧 ，OK， 40吧大概是5块钱，然后蜜糖在马来西亚卖5块钱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有个病史，大马人喜欢的，然后非常受欢迎的饮料。OK， 在 Seven Eleven 你们也要注意一点的，就是有看到吗？因为每次买东西哦，这些 sticker， 其实不是给你收藏的哦。你看到三吗？好，三就是3吧，一就是1吧，就是1吧的话就是1角钱嘛，三就是3角钱嘛。所以这些都是钱来的，那么肯定你不能够收很久了，那么就在一两个月里面你必须要来换掉，这些都可以当做钱用，只在 Seven Eleven， 这些看来多么可爱，那么如果你要当做收藏也 OK 的，只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钱来的，这是一个你买东西的它回扣。那么如果你买100吧，这里有10吧，那就扣你10吧，变成90吧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个是钱，不要丢掉。